就是没有听错，就是我们脚上穿的鞋子，就是鞋子的交响曲哦。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呢？大家待会在听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哦。我们请 B 团为我们大家来带来的鞋子交响曲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请掌声鼓励。大家有发现到这个秘密了吗？鞋子是他们的另外一项乐器啊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首为我们带来的是 Jingle Bell Rock， 它也是一个圣诞的主曲，它是比较爵士的一个曲风，听起来会非常的欢快。那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最后一首歌曲 Jingle Bell Rock。哦，我们 A 团的亮宇哥哥来协助了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。我们来先。请开始。